这些现场赶快带关心的是，民进党从今天开始开放立委初选登记领表，王世坚他刚刚宣布要登记参选士林大同区，来听他怎么说。可以干着急，可以处理解决的，所以几经思量，我今天很坚定的站出来，不管我面对的对象是谁，不管有多强大，但是我都要挑战，哦，那我也请选民们原谅我，同时准许我来转换跑道，谢谢。有没有朋友要？有没有记者媒体要问你？问一下，所以有没有先跟赖主席谈过？然后昨天消息陆续明朗之后，有没有人来跟您谈？啊，抱歉，因为这不是我单方面可以来解释说明，哦，那当然有很多过程，但是我没有征得党的同意，我不应该对外来说，那我只是说整个的过程我很清楚很坚定的那转达我的党，让他们知道。我再一次强调后，有完整的小局才有完美的大局，大局是建立在无数的小局累积而来，所以不可能说小局有瑕疵残破不堪，那么大局可以完美无缺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我来登记参选，我是。好，我们看见这是王世坚的参选宣言，他以现任议员要挑战立委，跟选民说希望原谅他，也准许他能够转换跑道。因为这跟民进党内现任优先的前提不太一样，所以被追问有跟赖主席谈过吗？我们看见这是目前记者会最新的现场，我们稍微持续带大家来关注。